工作就在 YouTube 上面都可以看到我们董事长的身影。今天呢，我们的宇阳珍品呢，到我们这个南京西路最精华的地段，结合了福气、喜气还有财气，希望带给所有的好朋友最优质的服务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邀请大家呢来进行今天的剪彩仪式了哦，也象征着呢我们宇阳珍品要正式的开业启用。首先呢，我们先邀请我们的董事长，我们的宇阳老师来到中间的位置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总经理李坚伟先生，李总，欢迎。接下来呢，用掌声欢迎我们的台北市议员林瑞图议员来到老师的旁边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邀请我们的董事长最好的朋友武术大师魏子云大师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董事长特助黄雕维先生。接下来介绍的就是我们美丽的门市部总监邵丽云小姐。在我们几位长官的带领声中呢，我们即将要开启我们的宇阳珍品哦，在我们南京西路这么的精华的地段。首先，我们先邀请工作人员要奉上我们的白手套。给我们的贵宾，好的，我们董事长呢一直提倡的开心就是开运，所以今天大家开不开心？开心！哇，那今天大家运势都非常旺哦。来，请我们的贵宾们戴上我们的白手套。真的非常开心的日子哦！我相信呢，大家常常会到在社群媒体上看到我们的董事长跟大家见面哦。教大家开运的小秘技之外呢，来，我们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奉上我们的金简。好的，在我们的宇阳珍品里面提供大家身心灵全方位的服务。来，待会儿啊，我们请我们的长官，等一下还不要剪，还不要剪。来，我们左手拿着我们的彩带，右手拿着我们的剪刀，看一下我们前方的摄影师。接着帮大家记录这个珍贵的一刻啊，全新的里程碑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左手比一个赞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左手比一个赞。可以，第一个赞，来丢啊！议员不要先给他剪下去呢，哈。好，现场所有的好朋友，3、2、1，我们一起倒数，我们就要请我们的长官们剪下金剪。来，我们请长官们手持我们的彩带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3、2、1，请剪彩。来，请我们工作人员请
我们的宇阳珍品业绩长虹，财源广进，财源滚滚。我们董事长跟我们贵宾来到我们这个骑楼的地方，接下来这么可爱的狮子，我们就要邀请我们龙腾喜狮彩的祥狮献瑞。今天呢，这么好的大吉大喜的日子里面呢、哦。
何必恩也旺旺啊。狮子来到我们董事长，还有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董事长宇阳老师来为我们说几句吉祥话、祝福的话，来掌声欢迎我们的董事长。现场所有的贵宾，我们台北市现任的议员，第一名的问政的议员林瑞璞图哥，还有呢，我永远的气功大师，也是我的师父。魏子云，魏大侠。那我们现场有很多的我们公司的这个非常看好，那还有呢我们很多的贵宾好朋友今天齐聚在这里，非常的开心。大家都说经济这么的不景气哈，现在已经很少听到舞龙舞狮了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都不开店了哈。但是宇阳老师呢，如果不出来振奋一下经济呢，好，那怎么可以呢？哈，所以呢，我们在南京西路这个点，希望旧雨呢，大家都可以来这里享受到这里的能量，这里的开运。地下室有个五行水晶哈，也有岩盘静坐的地方。那这些都是我们花了好多个月，装修布置，大家合力完成的。那就是要创造一个真正有开运、有能量的空间。那我相信每一个人到了这里呢，都会变得开心，而且呢，开心就是开运，最重要的就是呢，在这个地方，我想提供给他的是一个，给大家的是一个宇阳的一个精神。我们人生在世就是做有意义的事情，赚大钱，赚了大钱以后呢，可以帮助更多的人。所以呢，我最近统计一下我的宇阳慈善基金会呢，就是每一年开运商品卖出去的钱，累积的盈余出来捐款的，八年来我们已经实际捐出去的金额，只会多不会少，2500万以上。那我们所帮助的清寒
奖奖助学金，大学生一学期10000块，高中生一学期6000块，还有小朋友的营养午餐，我们所捐助的一定超过3000人。再次的掌声鼓励哦！但是呢，这个数字还不是我们最满意的数字，我们要大家要一起加油，我们要创造更美好的明天，把爱传出去，把这个正能量传出去，让我们这个社会更温馨，让这个整个世界呢更有爱。希望我们的疫情早日远离，大家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。那老实说，台湾呢是很有福报、很有福气的一个地方，都还能够这样子平平安安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自己在平常呢，就是在自己在觉得自己很不错的时候，也不要忘了分享你的爱和祝福给更多需要的人。那这一个门市呢，是我的第四家门市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呢，大家买东西都会在网络，很少到店面了。但我还是一个亲切的老师，希望落地哈，希望接地气，希望跟所有的朋友，我们大家一起加油，一起努力。希望这个店呢，成为你工作繁忙、事业不顺利，或者是想要更顺利，或者你在心情低档的时候的避风港。如果你已经很有能量，而且你也已经财运很好，你到这里来会更发大财，可以做更多利益众生的事。如果你人生正在面临抉择的时候，到这里可以找到你的智慧，找到你正确的选择。如果你现在在谷底，你到了这里，你会发现人生大不同，宇宙这么的美丽，万事万物都在为我祝福。我们不要停留在过去，我们要放眼未来，做更美好的自己。 OK， 谢谢大家，很开心有这么多的朋友来共襄盛举，也感谢今天的这个舞狮团这个古镇非常的振奋哈。我从小呢没有机会去看因为很穷，所以我都是看免费的舞龙舞狮，是免费的。每次我在看舞龙舞狮的时候，我都想象他们就是对着我在舞龙舞狮，我都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想到就非常的开心。 OK， 谢谢。那我今天我觉得难得的机会，我一定要请两位贵宾跟我们说几句话，尤其呢我非常崇拜的林瑞图大哥，你们呢有任何疑难杂症呢去找他，他呢就像土地公一样，就像包青天一样啊。OK， 谢谢。来图哥，好，我们欢迎我们的议员。哎，宇阳大师哈，我跟你讲，我要跟你报告，因为我脚断，刚那个还要大概要4个月才能恢复，所以我一定要稍微靠一下。对对对。哦，就像大家要把宇阳大师当套餐一样，我就把他当套餐一样。然后真的是，我说真的，我是拜莲花生大师的。你说这个宇阳哦，实在是很莫名，很不可思议。这个很非常莫名又不可思议，为什么呢？那是他就到西藏，就到尼泊尔，就到不丹，到处去求我，到处去求我来庇佑台湾。那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哦，真的，如果我遇到了什么困难，你们知道我当民意代表当多久了吗？20年。不止啊，38年。哦，38。因为我也当地员，也当地员。哦，我当上吧，如果我再上2年，当完我就当了40年，我就当了40年。到我要跟大家报告，有惶恐，惶恐你们知道吗？哦，心中有不安，会遇到危险，我都很莫名其妙，就是想起了点哦，我的一些在跟那些我们那些华华，他教我的那个，他们叫我持咒。他说我持咒，我根本我就不晓得什么意思。哦，说实话，他都教我就是这样念：嗡达列杜达列达列妈妈起爹说啊，嗡达列杜达列达列妈妈起爹说。哦，啊，我说嗡啊周围地少波，嗡啊周围地少波，这样子持咒。那后来我好不容易啊，真的遇到宇阳大师哦，我去那个山上那个佛寺哦，
人家是山上买来做什么？做别处使用，做大家能够富裕的生活。他不是，他是买那个活石来叫他公众，来求众口来庇佑大家。我这个都非常非常的不简单。哦，因为哦，我再说一点比较轻松一点。我的助理看到宇阳大师去我参大驾光临，提到议会。我的助理都私下问我说：“他满二十岁了吗？”满二十岁了吗？因为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修行。你要知道，一个人在修行，你心中就会放宽了，放宽你就没有老的痕迹了，你绝对不会有老的痕迹。啊，像我的长相就像混动像。像马拉加拉的混动像，亚马萨卡的混动像，菲律宾的混动像，我很多的在我们那个纵火之间那种混动像，因为火它有很多像，它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慈悲像，在一个混动像。那我们的杨大师他代表了慈悲像，你如果说跟随他，我说实在话，你们心中永远快乐，永远平安。有点幸福哦，杨真品，他在这个西南店能够开业，他说我托了老命，我一定要来一趟。谢谢。他刚好也遇到我们魏大哥啊，我们多年的知己好友，再是我们老师的气功大师，你们比较年轻的也不晓得他，他这多有名啊。他现在他是李小龙在台湾的继承人，李小龙你们知道吧？在台湾的继承人，非常的简单了。那等一下他的故事他自己讲哦，他的动画自己说，我们认他天子龙大师，我们都是跟随龙大师，就像莲花生大师一样，都在做佛行。莲花生大师就是佛教的执行长。杨大师就是那人间的执行长，人间的执行长啊！谢谢大家，你们能够谢谢我们的议员。但是我要拜托大家，一定要把刚刚我们杨大师他到处捐助孤儿院，到处捐助一些青年奖学金的，他用历史的故事叫他宣扬出去。有的人是在公民教育，有人是专门在公民教育。因为你的人生中的变化不一样的，所以我都知道，谁说话是在说假的，谁说话是真的。那杨大师他这样的一个慈悲的心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大家共同把他这样子帮他把他发扬出去？谢谢大家，祝大家幸福快乐，你们能够光临宇阳真品店，你们就已经很幸福了。谢谢。谢谢李小议员，谢谢图哥。图哥不是轻易帮人家站台的，他是很难请的。他今天真的脚还要去复健，然后他真的不太方便，他来真的。小妹我很感动，感恩大哥，感恩大哥。再次感谢我议员莅临，谢谢。来，我的气功大师魏宇阳老师今天开了第四家店，谢谢。今天呢非常开心。因为我很少穿这么漂亮啊，因为今天宇阳老师开幕了啊，我就穿得这么漂亮。谢谢宇阳老师，一家一家店能够开啊，我每天都可以换漂亮的衣服来剪彩。然后呢，我还没讲完呢。对，他看我讲那么多，你大哥讲那么久，我讲那么快，我们两个尽量讲，尽量讲。啊，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地方，有财气。好，刚才宇阳老师有讲。心情不好啊，一定要到这边来逛一逛啊！刚才林议员说心情常常不好，你要天天来啊！那我都去那个剑南站店啊，是吗？对，剑南站的店，所以对啊，所以大家要常常来这里逛一逛啊！这里有财气啊，有人气，这么好的一个福地啊！这跟我练功一样，天天练功，生生不息啊！现在这边还有一个中山站嘛。非常方便啊，那我天天来这边逛一逛啊，非常的开心啊，希望大家常常来这里啊逛一逛，看看大家喜欢的东西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要不要看我师父打拳？好，他没说的我没说，大家要看的
举手，来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掌声掌声。一小炮就好了啦。八极拳还是要南拳北拳，小八极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南不倒的，你敢说他敢，他敢做，他就是什么都会的。今天因为穿皮鞋，穿这么漂亮，要打拳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小打一个，小小一个。什么拳？什么拳？八极拳。八极拳，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，八极拳。来，我们邓子云大师。穿皮鞋哈、啊，穿皮鞋，穿皮鞋啊！大家看到老师傅穿皮鞋哦。好，献丑了，献丑了。师傅说献丑了。好，慢一点。这是我们的八极拳，哇！掌声鼓励一下。不要以为那短短的几秒钟哈，哎，我练了一年还没练会，哦，所以我现在也在练，我在跟师傅练拳，等我三年后再表演给大家看。好，期待。谢谢。三年后，太久了，太久了。那双节棍明年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李总也讲几句话。这个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啊，旧雨新知，然后到我们这个地方来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其实是一个因缘际会啊。各位都知道，那边交通非常的方便啊，那非常方便。其实我们就是跟瑞图议员讲的一样，我们其实心中常常有佛，希望说有什么机会能够有更多的地方服务大家。就这么巧，我们的总监跟我们的经理就路过这个地方。就是想什么时候能够在台北多开个店，就看到一个租就在这个地方，哎，立刻就下决定，房东就住楼上，立刻就决定了，就一拍即合。这就是一个冥冥中这个给了我们一个任务，要在这边提供大家更多的服务。那我们这个店是我们所有店当中最特别的一个店。除了交通方便之外呢，我们的地下室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的能量场，由于杨老师特别设计了一个能量场，里面有磁场，有水晶的水波在流动啊，所以各位可以在台北市繁忙的生活、都市生活当中，当你有点疲倦、有点累的时候呢，可以到我们店里面来坐一下，到我们下面那个能量场来去静坐一下，保证你的能量满满、充电饱饱，然后呢又可以回到我们这个台北市做这个继续发展你的事业啊，让你的这个生意兴隆，事业这个都一切飞黄腾达，身体健康。那希望大家呢，从今天开始有空多多的光临我们这个地方，一定会提供最好最好的服务给大家。谢谢各位，谢谢我们的董经理。好的，那我相信呢，刚才很多我们在今天活动开始之前，那个我们董事长一到现场，对不对？然后很多朋友都有看到里面很漂亮的视频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的董事长就要带着大家到我们的店内来参观，然后也跟所有的好朋友来介绍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这个开运的水晶、开运的东西，让我们就是要开心嘛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呢，由我们的狮子呢带领着大家，然后老师呢会为大家来解说我们店内所有的珍品。